次已经到顶了。你是做什么的？啊？嗯？是吧？你是做什么的？我搞工程。搞工程的。哪方面的工程？我是小兵，没有什么话语权的，在里面。你们公司是在哪里？我工。那个我没听过，我真没听过，因为我们就这。这四十三的美女，你不要动，你动好穿个纯凉下。在这个下面是吧？上面，上面，身上上面。你卡在这里是吧？对。我这位是四十三，这位是有一厘米吗？没有一厘米的这个位置，这五毫米好吧？眼睛快要五毫米。哪是五毫米？哎，肯定一厘米啊。这个地方这样五毫米，一厘米在这里。这个我眼睛看这种毫米啊，看得比你准的准，是吧？你往下减，往下减。这位置，这位置。你往你贴着它减，它顶多它也就顶到这里，它不会再降了。不会。就这位置吧。你绑那么紧，你就贴在那里。就这位置。你再减。就这往下往下来点。往下减是很容易滑出来的。你也减往上那一减。就这里啊。变成五十了都。行了。你减过要给我修一下吧，再给你拍张照。站这边，过来。这为什么还要拍呢？天哪！好，师傅演的好，画的那。会不会丑爆了呀？本来就一高颜值女孩子，怎么会丑化了？我剪的丑化，你稍微说一下。啊？看剪的什么？这个头发。差不多啊。行了行了，嗯。我录着呢，你别说，看见了。行了吧？我不说了，你脚是一尺二，那是一尺半。